下面介绍太极枪的分解动作。第一个动作要太极枪起势，要上场以后，伸枪左转，把枪尖放在地上，然后下个动作要夜叉探海，又向后倒步，虚脚提枪。 只要用左手护手架着枪杆，叫夜叉探海。第三个动作要全五花，然后上步向左转，再转，倒步，这是半个五花，然后再向右转，再转半个五花。 这个从这儿就变阵脚，扎枪。扎枪以后，这个是中平枪，要用重心移动和两臂同时向前，这样向前扎枪。中平枪就扎对方的胸脯，然后。 下边动作是击三枪，击三枪就向外拦收回来，扎一枪，然后再拿，再扎一枪，然后再拨，再扎，最后扎一枪叫上平枪，转身上刺，上平枪刺对方咽喉。 这几个动作为一组，其他动作全部都是，向前刺枪的。主要这一组里边要把这个全五花要记住。下边我把全五花再做一次。要先向左转，上步，转过来，再撤步，再向右转，再转半圈。 这个叫全五花，然后倒着变扎枪，然后五花抡起来，它是很快的。好，下个动作要珍珠倒卷帘，实际上就是抡五花，然后向后这样一直倒步，一直这样倒步，这个动作可以快，可以快的，然后倒步，倒到最后以后变下平枪，下平枪是刺对方的丹田，要下平。 中平是刺胸部，上平刺咽喉，要下平枪，就颠腿，搂一枪，然后一转身向下扎。下个动作叫青龙献枣。
就一手拿枪向前扎，然后左手展开，这样扎出去，然后又上步捉一枪，再扎一枪，然后扫地刺，下边叫扫地刺，然后向上撩枪，撩枪过来以后跨步，从下边斜方向这样向上刺，然后下边是边栏枪，然后跳步撤大进大步，这样然后用当腰劲儿旋转蹦枪，叫边栏枪。好，这一小组动作主要讲两个地方，一个就珍珠倒卷帘倒步的时候，就是从这个上平枪以后，这个动作要随着步伐要快。然后这样扎枪，这是这个动作的要求。然后下边一个动作就叫边栏枪，再讲一个边栏枪。边栏枪向上撩枪，把对方的气节撩过去，从下边反方向刺，叫反刺。反刺完以后，他这个动作与下个动作是相连的，他从这儿刺过来以后，你就突然唰把这个枪拨过去，给他啪一下崩过去，所以这两个动作要连贯起来做，过去回来，啊，这两个动作要协调起来，利用当腰劲做一个蹦枪。好，下个动作是往前打两枪，打就是用枪的搔后搔上步，啪，这个打一枪，然后再用枪前伸，啪，再打一枪，这叫打两枪。这个动作就黄龙点杆，这打完以后，这要用这个当腰这个反劲儿。这个合劲儿，哈，这叫黄龙点杆，用这枪头，啪，这样点一下。下个动作，撩扎一枪，就枪撩起来，上步，用这个肩扛着枪，唰一下抡一圈，抡圈回来以后，就变半个五花，收步，从右边上半个五花。半五花过来以后叫腰群拦枪，绕过来上大步，这枪从下边走下弧向上撩枪。
这一组里边有两个地方需要讲一下，像这个打两枪以后，这个黄龙点杆一定要结合当腰劲儿，把着劲用在枪头上，啪，这样点，啪，啪，要力点要明确。然后下个动作，这个撩扎一枪，撩扎就枪撩起来以后上步，这个时候你光用手的力量是不够的，手腕它没有那么大力量，所以要结合这个肩劲儿，肩就好像用这个肩靠把这个枪杆刷上一下，用这个身体把枪加力助力，把这个劲儿抡出去，所以一定要结合这个身体这个力量，腰的力量和肩的力量，把这个惯性加大，光靠手腕的力量是不够的。下个动作叫回头半个五花，就是转回头上步，转身旋转，转过来以后叫手按地舌枪，阵脚步步，叫手按地舌枪，然后挑一枪，用一重心用腰，啪，这样挑一枪，然后再扎一枪。连两枪，收回来，上步，一、二、三，这叫连两枪。左摇旗一扫朝天枪，就这枪头向左，向左一摇，转身踢腿，阵脚向前开步，推枪发力，要朝天枪。右摇旗一扫铁牛耕地，从这儿把枪杆向左边推，然后转身阵脚上步扎枪，要向下扎，向铁牛耕地，这一组动作里边，我把半个五花和回头半个五花给大家讲一下。在做半个五花的时候，是上右步向左步向左转，这叫半个五花。回头半个五花，就面向前边，然后猛回头转身，然后到最后的定式动作都是反方向，所以叫回头半个五花。下边一个叫手按地舌枪，这手按地舌枪它是这样一个做一个这样土步动作，是枪从下边按下来，这叫手按地舌枪。
这中间还有一个朝天枪，左摇旗扫朝天枪，做完以后有一个右摇旗扫铁牛耕地，在这个时候，这个枪把要往左边推出去，所以这产生了一个横枪，然后到这以后再顺过来踢腿砸枪，整个枪里边它都是这样顺着身体两侧做这种顺方向的旋转，没有产生这样的横枪，可唯有这个地方就有一个这样的横枪，然后再转过来向前砸枪。动作又是一个回头半个五花，转回头，转半个五花。这个动作要变，要下滴水枪，向下砸，下砸枪要下滴水枪，然后又变一个这个延两枪，踢腿上步，一、二、三。延两枪以后上七龙枪，枪向上撩上步，撩枪叫上七龙枪，右边拨草寻蛇，枪要向外拨，拨上步砸枪叫拨草寻蛇，然后一转身又变白猿脱枪，转身以后向前上步走，突然转身再刺砸乌龙入洞，哈，这叫乌龙入洞，就在做脱枪推着走的时候，脱枪走三步，一二三，突然转身扎一枪，那叫乌龙入洞。段里边我把这个拨草寻蛇和白猿脱枪讲一下，这从这个地方开始以后，对方如果有枪来刺，就把对方的枪拨过去上步，这样砸对方的膝和脚，所以叫拨草寻蛇，拨过砸枪，然后这个时候要脱枪，要有脱枪技，是看是败势，其实它里边包含有攻势。脱枪在走的时候突然转身然后再砸枪，所以它要是败中有攻的方法。
下个动作叫颠回腿收琵琶式，就撤步虚腿绷枪，这好像包一个弹琵琶一样，然后又向前打两枪，进步打一枪再打一枪，要打两枪，然后摇旗扫地，就从这里扫一枪，摇旗扫地，泰山压鸾，有这往下压的枪，有泰山压顶姿势，然后半个五花，转身灵毛破鼠跳过来，一个抖枪，然后左扑一枪，又向左边转，跳步，左扑一枪，然后右扑一枪，向右转，这个方向，再刺一枪，转身，刺一枪，然后撤步，这样往这刺一枪，然后踢一根子，又蹬一脚，跳步。要单手出枪，哈！好，这一段里边有连续有四个小用短距离的扎枪，从这个半个五花灵猫扑鼠起，这就向这个身体的左前方扎一枪，然后左扑一枪向左转过来，它是这个地方，然后右扑一枪是从这个斜角，这两个方向，这个斜角刺一枪，然后转身回头刺一枪，就撤步，枪从头上转过来，撤步，又从这个方向刺。好，这四枪连续四枪，有三枪都在这个方向，就只有右扑一枪是这个方向。所以在踢脚的时候，说这踢脚这个枪这样转身。跳步，这手把要放活，这要抓在枪头，哦，这个手把在这个时候放活一点，单手出枪的时候手与枪配合，好，枪过来，接着上步倒步，然后再向右边转半个五花，转完以后上步二郎单三，
二郎担三，然后又跟着走步，走好以后，一、二、三的时候跳步，抡枪。做完以后半个五花，又半个五花，上步，下六分枪。然后完以后又回头半个五花，又回头半个五花，就鹞子扑鹌鹑，就步步下大身法，让手按在下边，枪就全部在下边，要能坐下，就两腿坐在下边，像夜叉一样。好，好，这一组动作里边主要把二郎担三扫一枪给大家再讲一下。二郎担三架枪的时候用长的虎口向上架，架枪跳步要跳摇跳远，然后撤大步抡枪，要二郎担三扫一枪，好，垫步，一、二、三，唰，这样过来。接着又扫一枪，又扫一枪，就在这个基础上，这样枪从这儿拨完以后挑一根子，然后随着枪把和腿同时上，跳步转身大枪，然后倒步做全五花，再转身上步上二郎担三，然后跳步，一、二、三，扫一枪过来。
下个动作是半个五花，转身上步，然后转过来以后变美女认真，然后枪头稍微高一点，然后玉女穿梭就根部，一二三，然后叫刺闯红门枪，然后这个枪一转一转，然后提腿卸步向后斜扎一枪，然后再往后扫一枪，这时候全五花，是吧？全五花，过来以后不吸枪，不吸枪，枪头稍微低一点，下边叫玉女穿梭和刺闯红门枪讲一下。玉女穿梭是向前快速击步，这样，然后到这以后用身体跨一抖，提腿上步，然后用枪是短距离的，然后这样就有长兵短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像这个玉女穿梭转身过来，啪一抖一转身，在近距离的情况下这样扎枪，叫刺闯红门枪。下个动作演两枪，提腿上步，一二三，这样刺出去以后要黄龙三浇水，要这样搅着倒步，这样搅着倒步，倒到最后以后往前荡一枪，好，把用这个枪把向前荡，再往前荡一枪，又往左荡一枪，然后又往右荡一枪，然后加上风枪，要完了以后半个五花，半个五花要太公钓鱼，就讲太公钓鱼一样，然后转身回马枪，就摆一个这种动作，对方来的时候荡枪跳步回头扎一枪，要回马枪，然后收枪。Thank you.
这一段里边，黄龙三角水也叫苍龙摆尾，和银两枪是连起来做的。一、二、三，刺出去以后，让脚枪退步，就是用这个左手为支点，右手画圆，把枪这样绞圆，是这样做。然后另外一个动作叫回马枪，大家都很想了解什么叫回马枪。这一个动作是刚才是背面做的，我现在给大家做正面的。太空鲷鱼，太空鲷鱼也就是虚假动作，就给对方一个空间，让他从这个地方来刺，刺枪刺来以后，就从这个地方唰一搁荡，让对方的枪从这儿刺偏了。刺偏以后，随着身法一旋转，跟着他的枪就转到他面前，唰一下扎出去，所以这个叫回马枪。回马枪动作就是顺着避过对方的枪，突然转身扎对方一枪，这叫回马枪。Thank you.
臣是太极枪，一名梨花枪加白圆棍，是臣是太极气节套路中长兵器的一种。它汇集枪棍子特点，在实战应用中既有枪扎一条线，又有棍打一大片的应急效用。结合陈氏太极拳中缠绕粘粘法，故称陈氏太极枪。此枪套路严密紧凑，风格特异，在太极拳协调身法的配合下，充分显示出枪棍格局特色的相互为用的独到之处。它以扎、拦、劈、崩、扫、点、挑、劈、拨、架、脚、缠、刺等以及多种五花组成的独特用法，真正体现出梨花枪加白圆棍在演练和使用中的神话无穷变幻莫测。它动如雷霆，势如游龙，节奏明畅，气势磅礴，既有百兵之王和百兵之魁之威，又有长兵短用之能。太极枪是比较难练的一种兵器，练起来很吃功夫，故有百日刀千日枪之说。练习要持之以恒，勤学苦练，细心揣摩，结合太极拳的手眼身法步，配合螺旋缠绕、粘粘连随、松火弹抖的技法，展现出太空雕鱼、突变回马枪的雄姿。下边我们开始讲解陈氏太极枪。太极枪是陈氏太极拳系列套路里边长兵器的一种，它的又名又叫梨花枪加白圆棍，因为它这一套枪术套路动作里边既有枪扎一条线的用法，又有棍扫一大片的特点，所以叫梨花枪加白圆棍，在陈家沟已经流传几百年。枪它是由枪头就枪尖、枪杆和枪缨来组成。大家知道枪尖枪主要是以枪扎一条线，比如向前用枪尖来扎，这枪杆也可以作为棍来使用，所以它要求在练枪的时候是结合
拳术周身相随手眼身发步周身相随的这种身法，所以他故着有刀练百日功，枪练千日功，说百日刀和千日枪，所以就证明这个枪是很不好练的，它是与身法协调的结合。说枪在用法里边，扎、挑、拦截、抡、扫，所以结合一些棍的方法，而且它的枪杆用后把，后把可以上挑。这除了枪的前刺以外，它有拦、拿、扎。但是在这个陈氏太极枪里边，它这种故意专门做的拦、拿、扎这连续动作，它没有，它都是拦、扎、拿、扎，这样划空对方就扎，拨空对方就扎，没有专门去练这些拦、拿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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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扎这样的专门动作。所以有些人认为这陈氏太极枪里面没有拦、拿、扎，所以在这里特意说明一下。